地中海僧侣在寻找安宁的地方之一是安纳穆什海岸，那里是人们无法轻易到达或偏僻的石滩的地方。一代人生活在灭绝的威胁下，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主要出现在土耳其。海豹的长度在2到3米之间，重达300公斤。世界遗产，地中海和尚海豹。